哎呀，啊，哎，佳怡，帮我看好表啊。行啊，有两下子啊，继续啊。停！是不是我赢了？我跟你说一下有道规矩啊，不能用头、肘还有膝盖顶撞对方，更加不该拉头发了。不薅头发薅哪儿啊？人黑带高手还薅右根呢。那可是空手道，这是柔道，有柔道的规则。再说人家没有扯头发呀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次啊！事儿真是。等一下。那个干嘛？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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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！哎，你怎么又出来了呢？怎么可以用武器呢？咋不能用武器呢？你没看过拳皇啊？大哥，那不是柔道，你再这样我算你输了。你能不能一口气儿把柔道规则都给我说明白？我怎么说呀？我怎么知道你下步要干出什么？棍子给我。小怪，今天没有讲规矩，管他用什么方式，我要让你知道新华中学最强的男人是怎么用柔道打败你。你说的啊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东北男人。起来，真是厉害吗？臭不要脸的！哎呦我去，这小子挺会酸的，给你带肚子话。起来啊。好像这儿有蚊子叮我呀。就这么点本事啊。我呀